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唯一一个问题是什么？召回啦，我都还没开热，召回啦，召回什么？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自动紧急刹车系统优化，严重可能导致油门不顺。来，我跟你讲，我还真遇到一次。有哦，我真的遇到一次，就是在慢速的时候啊，前面有车的时候，我忽然有那么两秒钟的时间，我踩油门，车不，我吓到了。哦，因为它刹住了，是吗？它那个感觉像是不给油，吹不起来的感觉。不是刹被刹住的感觉，你懂意思吗？耶！哎，这么嗨哦，靠背哦，太嗨了！NG 要回原厂了，又回原厂？对啊，不是又搞什么东西啊？新车杀手，老板买的车都坏掉？没有啦，不是坏掉，就是他说他有那个刹车系统优化。老板不是在影片里面说他有时候起步的时候踩会没有动力吗？对，对对对，他说。现在就是要回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要去 NG 的南港服务中心。而且你不觉得我们运气很好吗？我们这两台都我们交的，对啊 ，Yaris Cross 跟这台，都我们交的，然后这两台都有问题。严格来讲，那个头塔那个应该不算问题吧？哦，那对啊，例行性的，那是例行检查，例行公事。对，所以是 NG 这个可能真的要看一下是怎么样。这个，好，就这样啊。你是不敢讲，是怕被怕，品质堪忧啊！我们连那个方向盘那个贴纸都还没撕哎。对啊，你看，屌了吧？这么快。好，那我们就出发前往 NG 吧 ，Go Go。好，我们到服务中心，南港服务中心了。那我们请那个我们的业务郑刚为我们讲解一下，那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老板踩油门没有反应，到底什么问题？嗨嗨，嗨，你好，今天穿很帅，就天气冷啊，所以多一件这个小背心，很帅，超帅，对。然后就是在影片里面，我们的踩油门啊，那个动作啊，有跟中华这边跟保养厂那边确认。那这个部分呢，基本上这一次，包含这次回来，我们之前有发简讯。那大方向就是这个 AEB 自动紧急刹停系统这个部分做一个油门跟刹车讯号的优化跟确认，这个版本的这部分做确认。在这一个情况下面来说的话，说怎么这样子车子它就会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也是算首批车。好，那这个首批。汽车呢，基本上它是极少数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是说风险啊、讯号的这个部分。所以老板带赛也不能这么说。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说其他车主有没有，其实不一定有。但是呢，安全起见，我们首批车呢，基本上呢，100%的这种九月份产出的车子都有发讯息通知客人回来做这个更新的动作。我记得应该没有错的话，是在上个月初的时候就有通知。是。对，所以基本上到现在所有的车辆首批车大概都已经回来做处理完了。那未来的车子呢 ，ZS 的部分在生产的时候，针对这样子的细项，它也会导入到生产的流程去做确认。是，所以基本上在产出的车子，或者是现在交车，或者你看到这个影片，那你是新的车主，也不用担心。这个部分都已经在生产的 QC 检查，全部都已经有做相关的检查，对。所以之后的车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对对。老板他说他踩油门的时候啊，他会没有油门，他没有给油，大概有可能是什么状况？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 AEB 的动作就包含了雷达啦、油门刹车的讯号，所以他可能讯号上面不确定是不是说讯号不是那么的稳定的情况下面，是AEB 有启动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油门刹车的讯号巡过 AEB 的部分，整个巡过，那基本上这个整个问题就解决掉了。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对，那这边的话就我们也是南港展间了，跟着南港的保养厂，是，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未来车主进来保养都可以在这边休息。以后都是在这边保养吗？对，大台北地区的话，暂时北市的话就是在这边保养，陆续新的保养厂。车主们就可以进到 APP 里面去看新的地点，这样子。那我们再等一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没有问题。OK， 谢谢。好。
完蛋啦、啊！怎么样？哦，没有，不是棒槌的节目，没有，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啊。你看，你最爱的、哦？我最爱的莲花饼干，开不起莲花跑车可以吃莲花饼干。再喝一口茶 ，tea， 苹果不知道喝 tea， 还好。整个体现感觉我们在英国哎，什么英国而已，整个欧洲哎，你看，好吧，我们等一下吧。零七年那时候，像哎，你已经在录了，在录了，哎，洗好了哎，他要洗车哎，地毯有洗哎，对啊，而且厂长洗哎，厂长出来洗哎，你看哇。老板是不是真的是威胁别人啊？人家请厂长出来洗耶、欸，好扯哦、喔。他说 地毯也有吸耶、欸。要是你要洗车还是口罩？洗车啊。为什么不要口罩？因为现在不用口罩。现在不用口罩。口罩还很多，家里还很多。他说帮我们用好了电脑啊，软体方面的更新啊。他就说我们回去再开开看啊，回去就跟老板讲说叫老板再开开看。那车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777公里，时间啊，时间有没有调好啊？搞什么？没有哎、欸，可能人家太忙了啊。对啊，欸、他今天穿很帅、欸，他今天穿很帅，穿那么帅要干嘛？等一下拍电影。应该是很帅、欸，他刚走出来没有认出来，我跟而且因为他又戴全视线，对啊，他全视线走过来一个墨镜，然后穿西装戴墨镜，我想说是谁啊？还梳油头？对啊，这么帅搞什么？好了，那我们回去跟老板讲啊，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留言，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好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啦、啊，拜拜。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回来了、欸。你看这条线多屌，来拍一下这条线，真的从外面看很屌，尤其我们又没有贴隔热纸，你知道吗？是蛮屌的，那 cable 线很像第四台的那个线，对，上面还有写字啊，很像第四台的 cable 线。怎样啦？啊，回去原厂做什么？他就说你这个状况是极少数的人会发生的，极少数，对不对？我懂嘛，我上次去 B N W， 他也说我是全省第一例，啊，全台啦，说全省要被人家泡了。哎、欸，可是我跟你讲，全省有什么好泡的？你的那个身份证后面，台湾省，你写什么？台湾省，台湾省啊。台湾省新北市，对啊，对嘛，啊，我讲全省有什么好泡的？奇怪了，你的国民身份证后面自己都这样写了，莫名其妙。不然你改台湾国嘛，台湾国台中市，欸、怎样？要选举啊，敏感是不是？不是，我是说那些泡我的人莫名其妙啦。哎，讲我为什么讲到这边啊？全省 B N W 他也说我是全台第一例啊，屁耶、欸，社群里面就有别人了，好不好？好、啊，然后嘞，然后他就说他这个首批车。可能手批嘛，手批，对，手批，手批车，除了就是极少数人有这个问题以外，然后他就说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就是这一批全部都会召回。我佛慈悲，他是没有这样讲。我佛慈悲是第几招？最后一招是什么？从上面下来那个叫什么？如来神掌，从天而降的掌法。我佛慈悲是迄、那个。大侠爱吃汉堡包，你知道？哦，是啊，天蚕饺。哎呀、啊，有没有？我佛慈悲，香港市民长泡泡，香港市民天口福啦，全什么神经牛肉全是毛。反正意思就是他帮我们用好，有用好。然后他说他下一批就出厂前就会先弄好，对，出厂前就会先弄好。你听过很多次了，因为很习惯了，习惯、哦、大概知道那个公共危机怎么处理。先道歉就是没有错的，好吗？啊，大概就这样而已嘛。所以你开起来应该感觉也差不多，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之前也没有遇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是你的那个状况。对啊，他时间调好了没？啊。你帮你看了，我、哦、好像还没，还没，你们都知道我的点呢、欸。对，据、哦、点的据点。好了好了，他可能想说没有，这是这样、喔、我解释一下、嗯，他可能想服务厂嘛，他想说车主有特别的用意，比如说我常做国外的业务，所以我需要两地时间。哦，有可能是这样子、喔，所以我故意把他的仪表调成这样。你可能要去 Los Angeles 啊？那 maybe 啊，对，我常常这个来往。两地，哎、欸，不是，哎、欸，这是中大陆、哦、时间是一样的，对，一样，不行，好了，反正有，他还请厂长
帮你洗车哎、欸。请厂长洗车，我佛慈悲啊！阿弥陀佛，我随风而来，随风而去，是快跌倒，慢慢被抬走了。有洗车了，有，他有抓到重点了，但时间还是没调。没有，他知道你有商务需求、啊。对，我们是商务需求，我们需要两地时间、嗯，所以也有网友提出说他会自动校正，不会，并不会，他没有连接卫星这么高的功能。好不好？就一台七十几万的车，还连接卫星自动调整时间，要修啊！啊，嘿哪嘿嘞，万命关头哎，来七七耶，我们都用未停车场下下落来，没有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这个就是不用怕被人家控制。嗯、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就这样，就大概这样。你们这样就随机了。对啊。好啦，我有空再来开一下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嗯？好不好？我是觉得应该是没什么两样，不是、啊？它应该在某个独特特定的状况会发生什么样特定的情形？嗯，把 bug 修正掉就好了。对，它修正。好，反正现在很多车都是电脑问题啦，反正就是还没发生事情之前，先修正好就好了。好啦，那这个你们结尾也做了嘛？不需要我了吗？没有，你再做一下啦，拜托了、嗯。不用了，你们结尾都做好了。不要啦，我先走了。哎、欸，啊，等一下，拜拜，走了。Ultra Dash S 三，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